教你舌诊看出健康问题，今天教大家通过舌诊看出身体的问题，记得收藏哟。一个正常健康人的舌象是舌质是淡红，舌苔薄白，干湿湿中的不滑不燥。典型阳虚的舌象是白胖水气大，阳虚的人一般有胃寒滞冷、夜尿频多、五更泻等症状。典型阴虚的舌象是偏瘦小偏红，舌面干甚至有裂纹，平时有口干舌燥、舌头干枯、身上起皮等症状。典型气虚的舌象是舌体胖大有齿痕，典型的痰湿的舌象是舌体胖大、舌苔白腻、水分大，平时有头沉困倦的症状。典型湿热的舌象是舌体黄腻、舌质偏红，典型淤血的舌象是舌质紫暗有淤点淤斑。这类人群往往有代谢的紊乱和斑块的问题。我是沈医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关注和点赞。